第一日拎到呢一部 RX 0 Mark 2 啦，咁啊即管咧就試下用呢一部咁細部嘅機去做我一日嘅記錄。咁我而家其實已經係晏晝差唔多6點鐘噶啦，我而家就去游水。咁當然游水唔可以帶部機入去啦，咁但係即管去嘗試用一部咁細部嘅機去記錄我一日嘅行程，睇下可以拍啲咩出嚟啦。 喺呢個低光嘅情況之下，用呢一部 RX 0 Mark 2 咧，得出一啲咩嘅結果嘅？咁我而家咧已經冇用 S Lock 噶啦，咁所以就直接用翻一啲大家可能比較順手啲、即用啲、即食啲嘅profile 去拍攝，就唔使做咁多後期調色啊、乜乜叉叉啊嗰啲，因為呢部機身信都即係都幾主打係俾啲消費級嘅用家啦，即係唔會係成日有時間去 TC 啊等等噶啦，所以就用翻普通嘅profile去拍攝，即管睇下佢喺呢個低光嘅情況之下有啲咩效果啦。 我覺得佢而家加咗呢個電子防守陣咧，佢個穩定性幾好嘅，即基本上你一路行一路 vlog 一路 拍攝咧都唔會有啲咩嘢太大嘅問題。但係當然啦，如果你跑，應該都好明顯係有啲震動嘅，但係應該都係一個可接受範圍之內嘅事啦。 呢一部機咧都幾適合真係做一啲 daily vlog 嘅人嘅，因為咧細細部好方便，好簡單，撳個掣就係，而且開機速度非常非常之咁快。我認為咧最好嘅咧都係配搭埋咧佢原廠嘅 Sony 嘅手柄啦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喺拍片嘅時候咧淨係得 single focus 嘅啫，佢個 auto focus 咧係冇得係嗰只連續嘅 auto focus。你喺 roll 機嘅嗰個 moment 咧已經係對咗 full 啦，咁你見佢唔會自己再對 full 嘅，咁所以咧變咗咧個手柄就好有用啦。因為只要你連接咗個手柄咧，喺手柄上面咧會有個roll 機嘅掣嘅，只要你半撳佢嘅
時候咧，佢就會自動做咗一個 autofocus 嘅功能啦。然之後你再撳落去咧，就 roll 咗機嘅。所以咧喺呢一個情況下咧，個 focus 會比較準啲，因為你已經 hold 咗呢個手勢啦嘛，你唔會再變個變嗰個焦距嘛。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會比較準確啲嘅。咁所以我幾建議配套翻埋佢呢一個原裝嘅手柄去一齊使用嘅。咁啊，經過咗呢一日嘅使用咧，我係非常之滿意，而且係出奇地滿意啊！大家覺得我去咩地方去拍一段 vlog 去測試呢一部 RX 0 Mark II 好呢？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好啦，咁如果大家鍾意暴力嘅片，希望你可以 like and share， subscribe 暴力 YouTube channel， 隔離嘅鐘仔記得撳一撳佢，然之後有新片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㗎啦。好，就係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。